用升级版的，我要告诉你哦。如果我们还有一瓶那个绿色的小黑金加新成分，我们多加了柠檬桉叶油，就是我们俗称 PND， 它是美国疾管局认可的防蚊成分里面唯一一个是天然来源的成分。对，然后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要用，但是如果你很容易去遇到一个 OV。小黑蚊呐、啊，小黑蚊，然后呢，常常在那边跑，让你看不到它，但是又叮得你痒痒的，这个很棒，很棒，哇，多棒啊！就带在你的包包里面。我们女生哦，上惊还有无？哎，见红豆冰啦，红豆冰你知道吗？就是夹到一溜一溜啊，那有无吼？哎，蚊啊，甲咱夹，甲咱叮，叮到这会痒，遐会痒，叫咱流血流汤。哎呦，吃啦咯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带着就好了 ，OK？ 小朋友就要从小保护，你不要现在，等到他已经要看流血流汤了才来。哎呦，这个要三岁以上哦。对，要三岁以上，幼稚园它的环境比较多。树木的草地的，他们通常都会整箱的买，今天就可以赶快下手了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